屁哦。所以接下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那个要帮我开大声一点。他破音的话，请你们不要羞辱他，好吗？给他掌声鼓励哦，哈！你们不要低头，也不可以结账，好不好？掌声整首都在。哎，啊，你们靠呀！而且重点是，你们要仔细听，因为他破音的地方不会在最高音，他都是在那种低音的地方不小心裂开这样，所以很厉害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火烧的吉他手。
相信你们。